Hello, OK, 精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浩轩。今天我来到这儿呢，参加测谎仪的挑战。不错，这是错了吗？不，哎，早知道我刚才应该答蒜。不美，挺一般的。他拒绝你问陈先生的问题。有，你看，我已经找到套路了。当然。这题我该反着答。有，完美，我已经掌握套路了。会，从其实从第三题开始，测谎一答什么我都猜到了。我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人，我说谎了四次，然后我现在要，接受惩罚，把这个东西贴到我的脸上。其实我也是试一下测谎仪的这个弹性如何。这个是小胡子。四片对吧？玩儿吃不住。Sun.